清此处围墙，墙体已开。你给我泡泡吧，这个以后就不用翻来翻去了。原先这是一个什么样形状的？原先这那我看那有个拆的东西，那个拆了。把这个已经拆过了。原先这里是什么呀？这个围墙嘛，就到这里了，跟这里一样，一直到这边的。啊，一直到这儿了。对。啊，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这里一直到这边的，后来嘛，他们就把这边给拆掉了，然后这边拆了一半。啊。然后就那个。啊，今天这个都是今天拆的吧？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啊，以前那个围墙一直到这边的。啊。刚拆，刚弄的。啊。这个就方便多了。上午打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对。哎，同学，这如果关门了的话，跳从哪儿跳啊？那边。就从这个黑栅栏这边。对。拆掉了。家里还没别的人啊？他们总是从那儿跳啊？他们都从那边翻上翻下的。啊。那些大学生，他也有的就是这个明天。啊。那就走嘛。物业为什么不把这门关上，不把这门开上呢？那谁知道？其实这个门早就应该把它打开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样的话多不方便呢。要走的话，我看还得绕到那边走啊。比如有些在这边工作啊，这边读书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每天在翻过去翻过来。那现在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就开这么一段时间，剩下其他时间都还是关的吧？那不知道，今天开的吧？好像是今天开的，把这个门。啊！我听说前一阵都排队往里翻墙。哎，排队翻墙。是啊，那些大学生的翻，每天是翻过去翻过来。啊。早就应该打开的。对对对。打开学生也方便一点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要不然的话，他一般好，要是从这边走过去到这边来，要好长时间呢。对呀、啊，他肯定的，得绕过来呀、啊，绕好大一个圈呢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就来看看。嗯。哎，我帮您抬了。好、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嗯。小心，妈妈，你不要这样。哎呦我去！好好，谢谢啊。慢点啊。嗯。哎，那以后这里不知道坐不坐斜坡。我这本来会坐的，这样。他俩坐斜坡，那边本身有个台子。打那个门。这小区的物业怎么样？小区物业，我们是这租房子去了，我也不清楚。啊。我们租的这个房子。哎呀！我去！爬不了。上面是粘的全是这种胶啊。哎呦，闻死了！你看，这个上面都粘的全都是胶，就那种黏状的东西，特别恶心。这可能防止这些居民爬呗。弄一下，我靠！啊，那种汽车用的那种油，就那种黄油润滑油，干状的。